准备啊、哦，我念几个字，好，来，走，吼，吼，什么？来，准备，你要讲 table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一种吃的有九层塔，它要沙司海鲜，日炒店里面一定会叫的海鲜，啊，酱油红色的海鲜。啊，酱油海鲜靠牛啦，牛靠。好，不要讲话。来，阿诺第一个。啊 ，international。一种吃的有九层塔，然后呢，徐福凯是个海鲜，是个海鲜。啊，好，我说热炒店里面一定会叫的海鲜。好，嗯，热炒店。我说酱油红烧的一种海鲜。酱油红烧一种海鲜。靠，还有靠，靠靠。我有没有想靠靠不靠谱呢？靠呢，就说它怎么靠边放？可以啦，还是靠边摆？还是靠中间，没有人讲几个字啊？对，太好了。你也刚规定不能讲，那你应该就知道了吧？陈哥，以你的这个聪明才智，我们不讲几个字。嘿嘿，嘿嘿，陈塔的菜好几种哎，海鲜。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给他一点时间。九层塔烤蛤蜊，还有三杯中卷，那都是都还有还有这九层塔哎，我的天哪！九层塔的海鲜，对，九层塔是个提示。三杯中卷，不要讲话。九层塔炒蛤蜊，不可能那么多字。九层塔炒蛤蜊，不可能那么多字。蛤蜊九层塔，不可能，没有这个菜，不可能。三杯中卷，你怎么知道三杯中卷？只有海鲜怎么办呢？只九层塔里面可以放的海鲜只有这些啊。九层塔炒蛤蜊、炒海瓜子啊，就这些啊。所以。你现在在看谁？你要看就看我，我谁都不想看，我要死也死在我手上。真的，所以不会改。我难改了，真的哦。所以拍出出来真的我佩服。没有几个字，怎么会不讲几个字呢？你不出来，你不出来，还有对不对？还有谁能够顶替你这个位置呢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本来以为是小钟的，现在没有了。真的哦，三杯中拳。啊，我要是在犹豫的话，他就认为这个答案就对了，对不对？Oh my god！任剑，你也没有别的答案哦，对不对？三杯中卷，不要喷，好香啊！九层塔，九层塔，所以九层塔有没有用？没有，我觉得这次我们。大家都表现很不错哦，哎呦，对，我觉得我们两个表现得不错哎，九层塔表现得非常非常好，九层塔三杯重点，不然就是三杲鸡嘛，海鲜的，好可惜，是抢到一分了，抢到一分，好，我们一比一嘛哈，一比一，我们两题答对一题就赢了，对，对吧？动手叫唤。一共只有两题，照理讲你们应该现在是三比一的。对，两死火山，两天被你做掉，跟骨髓都被你绕道绕掉，绕道手术绕掉了。白云猜的话，应该不用太担心了。不会，左右两手，这个对，也没别的选了。哎，要生气了，哎，是有点。嗯 ，Jenny， 拜托讲话，很容易讲到里面的字哦，很容易哦。好 ，Jenny。快点！怎么了？我想看。想看？快点，他想看呢。我想看。在哪里看？在这里。看好。好。快点！好，预备。第一题，联想 Tempo， Ready Go。请你听我这样说。动物的脚可以做成酒，一种酒要酒长在头上。好的，一直跳，那简单啦，白云哥知道了。来，三十秒计时开始。哎，没有人讲两个字哦。来第一个，都没有人讲哦。啊，不需要。我说，动物的脚可做成酒。动物的脚可以做成酒。动物的脚。一种药酒。一种药酒。长在头上。长在头上的，来泡的。这个动物一直跳，这个动物一直跳，跳动物的脚，
可以泡酒，会跳哦，会跳，会跳哦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好，很清楚了，来，观众，有没有痛快？答案是鹿茸。哎，笑那么开心啊？可以泡酒吗？一种脚，它的脚可以泡酒，左脚右脚？左脚，是上面的脚。鹿茸，你没有跟他互动。哎，你不要，哎，大家聊一下天嘛，不要这样嘛，好不好？基本上，这从第一个讲的泡成酒长在头上就已经知道了、啊，所以就是鹿茸，这太简单了嘛，对不对？来，答案是猪茸，鹿茸，就这样，会跳会跳。答案是猪脚。想到自己的同胞了，鹅茸，恭喜答对。不好意思啊，我都答对了，有没有？我们里面答的比较差的有没有？下游戏你还看别人？啊、你还看？你上来玩一下嘛，对不对？让你看看什么叫做聪明才智。还是要叫 Jenny？ 你们选 Jenny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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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enny
长长一节一节一节的。哎，有对，你说大大长长的，他想到又是别的了。讲大亨堡里面的，对不对？大亨
堡里面那是热狗。我们错，我们错，我们不应该派你去。对，都是我们的错，都是你不应该派你啦。But 总比数2-1，奶奶就获胜。好，进行单元天才金曲奖。这个单元绝对是大家期待的一个音乐性的表演。你期待的是我痛苦的单元。有没有把痛苦建立在我身上？只有这个单元，因为每次抽到的歌都很新呐。你不能说奶哥来讲，还有奶哥他是本身是很会作曲，会编曲，他可以唱出他自己的 style。他把所有的歌都唱成了歌仔戏的黄梅调、军歌啦、黄梅调啦、京剧啊，就基本上有我的 style。有。好，来介绍我们全国独一无二的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哎，什么东西？独一无二的优质评审，当然，因为他只有他一人，字字中肯呐，哈，字字珠玑啊，是啊，欢迎徐老师，这是我那个最喜欢上的节目，真的假的？因为一般人都认为不可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那个受够那种真金八百唱歌的样子，哎呦，所以我今天看到徐富凯来呢，我对他有很大的期许，我希望看他不一样的。你是希望这个单元可以把它毁掉是吧？这样了，没有让大家知道说，其实这样的地方歌也唱得好，才是真的好。对哦。那我们今天要玩怎么玩呢？我们徐老师，我们的主题是什么？国翻国。好，太简单了，太容易了。我告诉你，就是越容易的事情，越还是要竞争嘛。对。因为容易才翻台，因为难才会国翻国。对不对？那当然是了。如果简单就会国翻台了，因为还要。国翻好难，没有，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叫国还要翻国呢？就是你要他唱出一个另外一种国语的意思。对哦，就是不好唱了。他这一解释起来就更模糊了。主题呢？主题在哪里？今天的主题跟原住民很有关系。哦，原住民歌手，原住民歌手，台湾的原住民歌手很多，不是很难唱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吧？不可能，没有没有，原住民歌手好多，阿妹，戴爱玲，阿令。阿力，北原山猫，北原山动力火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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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车嘞，西方牛车，罗志祥啊，罗志祥，罗志祥，罗志祥算也是，徐若瑄也是，好多很多，秀兰玛雅什么东西，秀兰玛雅，秀兰国中的秀兰玛雅，秀兰他妈了，妈呀，谁呀？吉娃斯杜兰，吉娃斯杜兰也是，对，好多，杜兰。啊，对，佳佳，对，吉娃斯杜兰就是那个北原山猫，佳佳的女儿，就是吴亦凡，佳佳纪晓君，纪晓君一堆，小君，他们歌都很难呢。好了，那我们先奶奶队先攻来，准备。国翻国，原住民歌手的歌曲，谁来抽歌？我都没有抽过，没抽过。对，想要试试手气。你觉得我们想要你抽吗？拜托啦，奶哥。其实你会抽卫生纸就可以了。我要抽歌。哦，这很重要，起码还弄面子。抽简单一点的。对啊，抽太难，待会奶哥就飙高音的。待会奶哥就抽打你。哎呦，四颗星。哎呦，我还会喝。为什么啊？我觉得很简单呢。你看，连奶哥都会。我很简单。哪个都会，30秒钟，不要兴奋，大家都会，好，冷静啊，赢定了。为什么四颗星我不懂了？来，准备计时，不好唱又快，我很熟，我第二棒，我第二棒，那我指挥，指挥啊，我指挥，你要第一，我第一啦，你要甩我那个时候，那谁第二棒？我第二棒，因为我很熟，我第四好了，第四啦。第四吗？我第四啦。你第四啊？我第四啦。哪个你在中间？前面有人救你。对啊，你要站在中间比较安全。对，要很摇滚，很摇滚哦。OK OK。要 rock， 加油。rock。对啊。来，不用算了，我们够了。4、3、2，我第三了。来。2、1，很好。这首歌四颗星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国歌来的。国歌。自由也是，哎呦，张震岳的歌曲。天台金曲奖 ，Ready Go。这么快，也许会恨你。很好，我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。要配合 rock 哦。也许不一定。我知道我还是一样爱着你。打开一瓶红色的酒。节奏要快。看着金鱼游来游去。是否我们都想要自由？快点，前面都很近。
大家唱不快。我们有关系。你可以啊，假装没事离开这里。发音比较准。一切好安静。我只是想把爱情好好压抑。到底谁会先说再见？我知道我一定哭泣。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，爱我。太好了，抢拍，抢拍很好。说爱我，是哦，是哦。难道你不再爱我？我的泪滴下来，你从来不曾看过。他在赶什么嘞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过来，过来，爱情的人别沉重。快中风了，快中风了。没有人告诉我，原来不是我想象。好准，你已经自由了，我也已经自由了。好厉害哦！这个烂咖，你不要不要谁呀？你怎么说他是烂咖？你为什么那么肯定？对啊，我刚刚看他一直在看指挥，他指挥的很累。那最后面要慢下来的时候，他还在啪啪啪啪啪啪。没有，那是 rock 后面有延续。那是发，哎，不要生气，那就算不错了。整个许，我想刚才许昌德老师说的对，这个如果这个再这样的干扰下，你还能唱得好，徐福凯就真的厉害了。因为不想我，结果输你啊，怎样？你真是厉害极了，好几次，就他们凌乱的速度，你把他准准的那个点抓进来。我想我是真的会的歌不多，如果会的歌的话，基本上这个单元我觉得会每一次都会落。你今天那首歌在里面算是数一数二的表现，而且啊，你要情绪哦，你情绪有，很棒，好，而且刚才我瞄了一下许昌德老师哦，他真的是点头，发自内心的点头，而且他跟着你嗨了。其实你不要讲，我许老师来这么多次，第一次我唱歌他看你。两次就从来没有这眼看过，真的，我不骗，从来没有这眼看过。耳朵都遮起来之前，一直以来他对他不是用看的，他都是用瞄的。瞄的，一起来精彩的金曲回顾几个。这么快？也许会恨你。我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，他唱歌好啊，还好吧？也许不一定。哎呦，赚的厉害！我知道我还是一样爱着你。快了，快了！第一句开始，跟着抢，又抢，又抢。看着金鱼游来游去，是否我们都想要自由？哇，拉回来了，厉害！好得意的脸，对啊，自己编的，厉害，快。我们有关系，你可以啊，假装没事离开这里。发音比较准，一切好安静。发音的节奏比较好。我只是想把爱情好好压抑。哎，怎么讲错了？情绪说再见。你看你又改又改。我知道我一定哭泣。白云哥有阅读障碍吗？爱我，爱我。有啦有啦有啦，要抢白，抢白好。说爱我，是哦，是哦，你不再爱我，也得意忘形，发自内心的在喊呢。你从来不曾看过，还转音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过来过来，破音，大牙指挥的头发都乱了，快走快走了，头发超乱。不是我想象。也已经自由了。这首歌，骂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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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录进去了。你看到没有，瑶瑶？哪个行管会的歌不多，可是他只要唱的会的歌，他都可以表现得不错。真的，而且他最准。他刚才表现得比徐福凯还好，好很多。不要再说了，好很多。这一集我特别要求华视重播八遍。也太多次了吧？金曲奖，播到明年。这是哪个这个时代的歌？对不对？徐福凯对他来讲稍微早了一点，但这首歌大家都很熟，国歌哎，这首歌讲真的，这是国歌，几乎没几个音哎，因为你去 KTV 大家一定都会点唱这首歌，嗨歌，嗨歌，嗨歌，这太。
我们专业的评审许昌的老师不知道作何感受。请被你们讲完，许老师讲什么？对啊，没有，我觉得这个歌不是，这个歌不是没有几个音，这个歌是你唱的部分只有几个音。对，我就说，如果整首歌都让你唱，我相信就不会有唱那么好。可是问题是，对不起，我多话了，我多话。然后这个歌呢，说实在，为什么你今天表现特别好？是的，原因是，因为呢，你是一个个性比较压抑的人嘛。我个性压抑，老师，老师压力很大哦。如果我是一个压抑的人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不是忧郁症就是躁郁症。他是个性内向，喜欢外出，这个不一样，哎，不一样。因为其实我跟你讲，我为什么说他是属于压抑的个性？因为呢，他其实基本上都是希望对人好，可是呢，又不用对人好的方式讲，都是好像先骂人。你看，这是来回的压抑，刀子嘴豆腐，所以他一旦有机会让他去爆发的时候，比如唱这个歌，对，就用那种压抑那种个性呢，去挤出那种颗粒出来，挤出那种颗粒。对，我现在已经报名了那个自那个叫什么自由搏击了。真的吗？对对对对，他已经打挂两个对手了，躺在医院。那所以说，他今天那个颗粒的声音呢，其实唱这个歌就很适合，因为原住民情绪很准确，原住民还是要奔放一点啊，对对对对，粗犷一点。我才知道我有原住民的血统。也该是你找生父的时候了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每一个人说一下白云的问题。白云，我先讲阿诺。哦，阿诺，哎，阿诺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，因为我告诉你，通常男生的 key 一唱到女生的 key。尤其是摇滚的歌，其实很容易就弱下来。哦，徐老师，徐老师，不好意思，你要不要带他到后台？他是男的。你有看到他叫女的地方吗？我的裙子。裙子，你要不要看看？哎，那个我也很常穿裙子啊，我也是男的。蔡康永也穿裙子啊？对啊，很多人穿啊，苏格兰裙啊。对，苏格兰。有什么了不起？对啊，反正呢。就是她也是一个穿裙子的美女嘛，美女。老师那个眼睛可能要再换度数声源啊。然后白云呢，其实今天她其实有惊无险。哦。比如说她第二次歌在进来的时候，其实没有拍，没有是踩到拍子，可是乱了乱了。可是你那个拖拍呢，又让你回到一个正确的拍子上。哦，又滑回去了，这样就对了。滑得很自然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滑回去也常常容易滑进去。我们有关系。好坏。你可以啊，假装没事离开这里。然后许富凯呢，我刚开始他进来的时候，我真的就告诉他说，你为什么头发弄成这个样，像刚退伍的感觉？现在很流行这种发型哦。真的吗？对，谢谢。但是不适合他。哎，好装可爱啦，小出来，小花太实在了，死了。没有，许富凯真正的问题是说，他不应该把唱这歌唱那么细腻，我刚才害了他。细腻，因为我想这种重歌哦，一唱细腻就奔放，就跳痛，要嘶吼他，要嘶吼，要断句快一点，不要有那么多细腻的地方。是他把，然后今天这个指挥呢很有热情，可是我觉得有点像疯子啊，就是你刚才看他，但是其实他都没有踩在牌子上，这有错，都会觉得没不准，都没有在，不是不准，他没有在牌子上，乍看好像是准，全身的力量都没有，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不，因为后来手算就越来越慢，越来越慢，越来越慢，没跟上拍在赶，我想说没关系，那我慢一点好了，不错了，这首歌。徐老师讲完，我们就知道80分以上哈。嗯，绝对有。这分数应该不俗哦，应该不错。来，评审准备，请按钮给分。他有80，应该在78、80、82啦，85啦，没有没有，79。哎，怎么慢了？啊？有，79，你看看是不是？再来一点，就是70的啊，78。哇，哪个还在骂你？哪个的为人？哪个还在骂你？就78了啦，就七八了。对啊，七上八下。老师不好意思，明讲，就这首歌唱的七上八下。没有，我觉得说重点是赢嘛，分数不是重要。对，我知道。嗯，对对对对。我们会赢。你已经在大胆的预言，他们这78会赢。我没有大胆的预言，我是告诉他，这些人要有智慧看这个事情。对呀。看得远。智慧。要放宽心。对，我们希望能够抽那四颗星被他们抽走，我们总不可能抽了五颗星，不会那么衰了。今天我的赢面很大，好不好？拱手给他交换。好，我们来，我们要加油了。谁来抽？谁来抽？我。好 ，Jenny。那怎么好意思？来，麻烦你。来 ，Jenny 还是 Jenny？Jenny。来感应一下。Jenny 哦。Jenny， 我来抽个简单一点的。你抽到五颗星的话，我就把你那个哦。哪个？我很紧张哎。哎，好好的训练一下。对，我很紧张。五颗星就翻脸。训练什么啦？几颗星？两颗。真的假的？这两颗很重要。耶！我觉得很
一直闪亮。这首歌怎么可能只有两颗星？这很难，而且是 KTV 国歌的。罗美玲的，这怎么会是两颗？罗美玲的就一定要挂我。讨论三十很简单，太超高。这歌很难唱。他前首拍过那什么什么那个什么赛德赛德巴莱，哎，赛德坑巴莱啊。这很难呢。我来指挥，这个我有六七分熟，我来指挥。那我来唱第一半好了，因为我前面主歌我还蛮熟的。哎呦，那副歌对，他对不起，他很多反拍镜。我有这样的话就是下歌点，下好不好？下拍镜。我知道爱一直闪亮。好，他反拍镜。OK， 第一个，来第二个。好，我试好了，我试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叫叫叫！就位，拖台前，下去再上哈，上来再下，下去再上，上来再下，快，再上来，戴耳机，戴耳机，天才金曲奖 ，Ready Go！ 好难的感觉啊！面对今天战力超强的许富乃，只能对这首《爱一直闪亮》，待会就要使出浑身解数，毛起来唱啦！天才冲冲看播出送好礼活动来喽！赶紧请上天才冲冲脸书粉丝团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的礼品哦。